16杯，终于实现16自由了，不用自己弄了，但也挺贵，15一杯。它这个籽可以吃，软籽。终于可以实现大口吃16的感觉了。嗯，酸酸甜甜的，挺好吃。我刚去那个山姆买的，我买老多喝的了，到时候给你测评。好吃啊，其实15一杯也还行哈，主要很方便，也有点贵。拜拜。